欧记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哎、欸，这台是公益车，你知道吗？这是2005现代的 Gas， 没有要卖，对不对？我们用公益车总是可以的吧？哦，啊，现在有几个问题啊？阿呆姐丢一句话说，这个坏了，我们要什么？什么东西坏？你看，打左边飞闪，打右边，你看，弹不回去。什么弹？是完全卡不住。我卡不住。对啊，右转的按着。哎、欸，还有一个，他说 AC 按钮坏掉，哎、欸，好像啊没有作用，反正我们就叫来了。最后我决定了，先装冷气，这样才有冷气。哎、啊，一颗多少钱？350要400而已。哦，那几滴油？应该贵吧，好像800块左右。哎、欸，那是小王，我机器真贵。你肯定是笨毒啊。有了嘞。等一下啊。什么？我装好了、啊。你刚刚干的什么事？我先擦了、欸，亮了。我不怕讲，我到他底下抓，底下绑，我已经抓到会惊，我变惊，你知影？就这个坏掉、啊，卡不住吧？好，我们先关掉。这比较简单啦、啊，来，我们倒了哦，就这样，擦了都啊，光嘞。洗车啊，擦到个擦了去。好，开机，有了。好啦，那、啊、他说这个会有松动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拔起来这个纽扣剩一个，这边没有了。对啊，这里这个也没有了，都没有了。有啊，你看，只有一个。现在找出来，全部扣子扣住，下一区没有声音了。就要那样那样。如果找不到纽扣，要怎么办？所以有时候我看到这个东西，一定要捡起来，一定不能丢。他是说报废，就要拔起来，因为这个有时候还很难买，买不到，所以要留好，不能不见。我们今天先来换这个好了，就刚才呢，这样换掉，左右各一颗，拔起来，拔开就转过来，这边就可以看到它是用锁的，它是插销的，什么之类的。好，我去拿工具，就很简单的拆冲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讲，谁知道就是螺丝在这？对了，开车不会这样看嘛，对、啊，开车都看前面。我刚刚突然想不起来那是什么东西。螺丝，有没有？你看，有没有？插下去，你看，这个啊。松开，放到最下面。哎呦，好了嘞，这会不会太简单了？啊，太简单就没有片可以拍了。起来了嘞，是这样，这样啊，就这样给我拔起来了。啊，为什么坏掉啊？它正常是这样，你看，它的构造就很简单啊。你看，拨下，凸出来，你看，是吧？凸出来。啊，你转弯是不是这样？转啊，拨到就跳回来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看这样啊、哦，转回，对吧？嗯，转这边，转这边，我们是这样转嘛？啊，回正是不是这样？回来会飞来，嗯，对吧？然后看一下灯，哦哟，灯有亮，远灯，远灯，远灯，哎呦，都有。好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转好了，好了，就这样而已，是不是很轻松？所以其他车如果这边坏掉，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啦。有些是这样哦、喔，这个是只能这里，有些是要转下面，下面转开三颗，这个下来上面一样打开嘛，下面就是拉起来，刚才拉住，因为这个松掉都开了，做法不一样。好了，再来穿这个，哎，这个是一个是自备架，嗯，这个是置物空间啊，这个是抽屉哦，对，抽屉小抽屉而已，我先把它放好一点，好了，这样看得到，这可以放名片、零钱什么之类的，保险套。也可以啦，这一定有声音的啊，这一定就是抽屉而已啦。那这要怎么解？不然就是不要的话哈，对，把它拔掉，装一个空间。记得以前有买，等我一下哈。因为这两层有没有？久了松动了有没有？你给它那几种软管，对，而且到这一种是没有抽屉的，然后这个就放东西一样。啊，你看，哎，我想要说屌的家那样，哇，嗯。只要这样就没杯架了。对，你看这里啊，这里有两个永远都不会坏的，你为什么要放上面？这边比较难，可是就有声音啊。这个也有螺丝哦，它跟音响锁在一起的、啊。这里一颗，四颗、啊，上面一颗，对，好，那边有两颗，对。
那、啊、为什么这个不好拆？因为它这边都是以前都加这些歪压手的款啊，调整成歪压手，对吧？这是歪压手。哦。对。咦，这动作不错咯，是嘞，因为我发给阿娘了，也不错啊。这都设计这个，你看，几啊百行，啊，它收不着半行。对了，当然是贴布连一连就比较快。啊，特别干。哇，加了没？它自己有装重低音哦。我是不是要贴出来？这种构造，可是这样合吗？合啊，本来是这样啊。嗯，对啊。哎、欸，它一定有声音的、啊。如果是在吹毛器，马上收；啊，吹毛器来收啊，马上收起来就好了。哦，走，去索罗斯。Giantly 风霸感应是高压清洗机，事后护理是渣男，负责到底是暖男。接下来我先锁看看可不可以，因为太小了，我记得都偏比较粗一点。粗一点，那才锁得住。好，两颗有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它这个算做比较少动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这边有一个洞，两颗更不会上下晃动。可以了吧？哦，有了。打开，关起来。怎么样？碎了吧？这样会有声音吗？啊，没声音了吧？好了，我再贴一下了。你也要贴贴布，因为我怕一颗会上下摇啊。正常是要两颗以上会比较好。贴布真的是万能的哈、哦。你这边跟这里颜色差太多了。我好像没穿个内衣啊。好了，我盖起来，我盖起来。哇！好了，它装回去就好了。你要不要先试一下主机有没有声音？好的。哦，好了，可以关。好，再下一卡，下一个是这个，这个要拔好啊，这最容易掉下去。可是你只有两个啊，两个还是会松吧？还吹过吗？你千万要先拔起来扣这里。如果你在底下有没有？它刚刚是不是这样？嗯。你现在不把它按下去，那整个就掉进去了。哦，所以那个东西要先拿下来，对，一定要插上去。对，好，再来就开始走，看有没有掉在里面。好 ，OK， 确定不在，要去找。Yes， 都不见了嘞，好吧，我去找看看有没有以前的留下来的。那如果没有纽扣也找不到，你要用什么方法？我再想办法吧，用我多年来累积下来的黑心好啊，点解？像这个扣子很多啊，很多种啊。上次我就捡到这铁的，铁的不晓得合不合。啊，塑胶能够像这一种都是原厂型的，比较它扁，它没派点。你是跟它塞啊，还被矮红给我。不是吗？哎，这个是哎，这个是正宗的了。可是里面有塞东西的，为什么？断掉了。喂，看看，我放了扣给啊。哇，致富了，致富了，致富了。哎，这几条。多几条，我、哦、今天跟他看我机会嘞哈，做家这样三个。阿弟姐，对不？不要啊，谁要？这是钻石还是水晶？要说水晶就好了。其实老实讲呢，我戴一颗钻石，真的你也觉得是假的，因为你会觉得我不拆紧一杯料啊。你说如果是真的，你也不会丢在那吗？是真的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应该可以哦。哎、欸，可以耶。啊，这个
这个，对啊，刚装的。哎，装了。哎，我装这个。有。嗯。上去了。还差一个。差一个中间。铁的这个补看看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可以啊。完成了。好。发动好了，还是有风还是比较凉一点。好了。好了。你去赛看麦，哇塞！好，来，我来载，我们去绕一圈，来啊，泰山上车啊！好啦，我们来试车了，有啦，有差不？我们在管内我差，因为那个自备架，尤其是把它拉出来，它应该很爽，我讲你，会空空空，很正常。对啊，你看，你如果拉出来走动的话，它就容易这个会这样动啊。哇！如果我现在有声音，就是泰山摇出来的。弄好了，没声音了。刚连右转打都不能打，这样子可以打了，有没有？都有钱啊，我哦，都摆还有啊，两个八字环，受不了。还会懂吗？不会啊，你看我啊。哦，可以买了呀，新车。对啊，而且出去嘛不介贵的 ，A 七加这样的，对吧？啊，泰山阿门，我们台吧，公卡，我记得好买啊，新的是小小的啊，想不到哈。为什么沙漏房比新的还贵？因为你不晓得都随便开啊，来这次八百你也买啊。好了，我觉得哈，完成了耶。结果我以为你是说你会用什么泡棉啊、双面胶粘上去、不行，那都是斜道。对，那、就是、为什么不能用这个？因为你想嘛，它是一个洞在那边不会变，你这一次就是它就这样下去扣那个打开扣住而已。你泡棉下去，你拉它还是出来啊？这一个哇，就是一公一母嘛。你要斗高机啊，就是对，要哇打开有没有？就是往外张的卡住才会卡住。哦、对，你看你这样插下去又拉出来就没了啊。对，跟狗一样啊。哦、所以要让它分开，你就要泼它冷水。对，让它冷却掉，让它 U 给它的 U 出来。哦，哎，好了，我就试完了。达到戴董的要求。对，我们就戴董说没有声音就没有声音了，我们完成任务了。耶、金爸爸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耶、欸，冷气 AC 的按钮好了，方向灯的拨杆哦，还有异音我们处理好了，单单好、哦，这其实要正宗的话，就是换纽扣是最正宗的啦。啊，有时候要去找，去一些网购的东西应该都有卖这个纽扣，只要找而已。好、哦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哦。阿呆搞不好随时随地就弄一些让我挑战的东西出来啊、哦，我们一样啊，一一的击破。对，别再用扣豆诶，扣豆诶都没播出来啊。哎呀、欸，叫阿呆家己来追啊，这家己来碰碰嘞。追这个、啊。对啊，接触。简单的，这是最入门的科比传教第一集就有了。对抹一抹啊，喷一喷就好了、啊，这比较简单的。好了，完成了，耶、啊， yeah, 拜拜。辛苦。不会。